那 vectorscope 的部分显示都很正常，而且你看一下它的 vectorscope， 它有给你一个肤色指引，哎，就是其他刚刚的神牛跟 feel world 是没有的，它这里 death view 有一条那个肤色指引给你参考。是吧？是牛没有比。